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产品吗？好的，那我们配合这一次Comitest， 我们正式推出呢我们克隆键系列 Gram XS G12 克隆键超薄型机械键盘。那我们从外观上很明显它是承袭我们克隆键一贯的简约设计，那它没有多余的线条或是配饰去点缀它，那它就走一个时尚简约优雅品味的风格。那我们提供了经典的黑白两色给我们的玩家做选择，那各自可以搭配红轴跟蓝轴使用。那我们现在从它外观来看，它是走一个简约的设计，然后去凸显使用者的品味 ，OK。然后呢，轻轴它是带有一些段落感跟清脆的响声 ，OK。那现场我们展示另外一款呢，它是白色。那我这边为玩家所搭配的是红轴，那它提供一个是轻盈的手感，然后一个直上直下的感觉。那我们这一款呢，它的背光模式有1680万色，然后呢，它整体的厚度我们把它压在2.4公分里面。Okay. 那我们的超薄轴呢，是我们铁修罗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所开发的，它的触发行程只有1.1毫米，然后总行程是3毫米，所以它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快。然后大家刚刚提到说是联合开发的，是哪一家的轴可以透露吗？我们是跟我们的伙伴 TDC 合作联合开发的。OK， 那它还有一个非常方便，就是我们这次采用的是 Micro USB 的编织线缆，所以呢，不管你是携带或是要做收纳都非常方便。OK， 所以你可以带着这轻薄的键盘到你的办公场所，或是回到你的住家要使用的时候 ，OK， 或者是说你的原本的办公桌其实东西非常多，那你平常可能需要腾出位置来做其他的事情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编织缆线给拔起来。那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插上去就 OK。那可以简单的示范一下几个特色。OK， 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次键盘它的背光模式是跟随我们的铁修罗360 All in One， 会去做更多，大概有9种的预设模式，那其他我们还可以透过我们的软体再去做更动。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会有比较基本的一个，就是有呼吸，内键就会有呼吸，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有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触发，就是你点的时候它会有触发的功能。OK， 那在另外一种模式下就是它就是全彩波浪的。但是这3种是原本就会内建就有，那如果是配合上我们的软体的话，看它有9种的内建模式。听说现在还有一支神秘兵器会推出来，是 OK， 没错。那明显我们的克隆键系列呢 ，G12 这一支超薄型机械轴，我们想触及的群众是类电竞跟非电竞。那当然我们呢一直是深耕在电竞市场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电竞玩家的声音。那我们在下半年预计推出就是我们这一款杜兰朵键系列的 Gen X。它采用的呢是高强度的钢板，搭配上我们的 PVT 双色注塑的键帽，所以它提供更好的耐用性。它采用的是Cherry 的银轴，触发行程是 1.2毫米，所以呢它的在玩游戏中给你的反馈响应时间是非常快。我们试打一下。那目前我们台面上放的这个是黑色，然后搭配我们的青轴搭配银轴，搭配 Cherry 轴的银轴部分。那在外观设计上呢，我们在做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，就是这边有做音量的滚轮。OK， 你可以调整音量的大小，或者是静音按键。那未来透过我们铁修罗360的全新的软体，你也去客制化去设定这个滚轮它的功能。例如说，我不想要是音量，我想控制的是网页往上往下，然后呢，这是网页的开关也可以。那这款我们还提供个贴心的，就是磁吸式的记忆棉扶手托。它可以提供我们的使用者在长期玩游戏、使用电脑、使用键盘的情况下，让你的手腕有个支撑性，然后不会觉得疲惫，可以更舒适、更长久。刚刚有提到铁修罗360的软体，那铁修罗360软体在刚刚介绍的这一支也可以用吗？我们铁修罗360就是配合我们的 Gram XS G12 克隆键超薄型机械键盘一起上市，对，那是第一。这支键盘是我们铁修罗360第一款支援的键盘。了解。好，谢谢你的介绍。谢谢。